即係有朋友上嚟拜年，嗯，自己心裏好難受，嗯，睇咗啲朋友喺我面前扮冇嘢，仲難受。因為我自己條路係自己揀嘅，自己選擇嘅。但我心痛係心痛就係啲朋友喺面前扮冇嘢啊！哇！嗰個我直情係嗰個 moment 係難過好多咯。嗯。一年前發生呢件事嘅時候，佢開記者招待會話會用盡佢一切能力去保護我哋班女受害人。佢冇做到。我哋何來有安康？何來有可以站出嚟？第一，你咩都冇做過；第二，我只可以用幾個字形容佢咯：貓哭老鼠假慈悲。你自己唔承擔錯誤唔緊要，但你唔好出嚟扮保護我哋班女 artist， 話我哋係受害人。你話得我哋係受害人，咁你係乜嘢啊？